约了上船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赶他一点的船班，然后我们就包船了，就没有任何人要来坐。这艘船就只有船长先生跟这个两位小屁孩司机员，然后跟我们一家人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引擎现在要发动了。那条河是西贡河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游船。如果我们自己包这一艘渡轮，然后这样子游船，我们可能要花2000块台币吧。但现在就是一个免费的行程。嘴巴都还是狗屎味。